我们在府中似乎总是听到这句话，属下也着实好奇，您究竟要想好什么呀？就是一个测试，通过就能被休了。是不是很难？八哥通不过？当然不是。究竟是何等挑战，让八弟如此顾虑啊？绞心绞力，凭长久取胜。 与体力有关。违履约，休书呢？本公主不满意。没想到“不满意”这三个字威力这么大，让他裱起来，挂在床头当匾额。再接再厉，不要放弃。你有什么不甘，全都冲我来吧！